现在打印的是长度20毫米、宽度55毫米的小标签。巴劳卡打印检测一体机可以打印检测该标签并正常剥离，同时标签上的文字、图形、条码如果出现打印瑕疵，报警灯会闪烁红灯发出警报并让打印机处于暂停状态。软件界面上还会标记出瑕疵的大小，便于用户分析瑕疵产生的原因。